接下来你先说 Justin 和泽仁的 solo 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来来，说说再说。观众喂，那我先说吧，就是为了呈现非常好的效果，对，当时因为时间真的很不充裕，当时和俊哥在一起拍戏，然后终于有了放假的时间，然后我自己买了张机票去到海外去学习了3个小时，然后把这个舞蹈跳起来，就是大家能够喜欢，对。为了给大家准备更加好、更加帅气的舞台，首先呢，这首歌是我自己作词和作曲，然后包括这次的舞台的设计，还有 dancer 们的加入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。对，然后也特别适合今天的上海。对，谢谢大家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去东京？前面你变的那个词你再想想。OK， 我们在准备这次演唱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仔细考虑怎么才可以把我们七个人的魅力都展现出来，所以呢各自都准备了我们的上了舞台。你笑啥？我就没有，刚才好像在推你时间。这然后还有老年代词的新魅力，对，新的魅力，不仅是我们七个人的新歌，还有我们大家的 solo， 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只有我跟泽仁表现了，还有其他很多人都，请大家多期待一下。对，我跟你说，第一次感觉舞台上主持人是多么的重要，天哪，真的，让我们在。我不知道我听的是谁。那个谁先爽，谁全哲跟文俊怎么样了？对，陈哲和文俊怎么样了？大家再准备了，我看到那麦克风没有？他一个人要死了，看到那边床没有？躺着给你们唱一句来，我们猜一下躺着唱的是谁？对，猜一下躺着唱的是谁？谁啊？躺着唱谁？谁？你看，用麦克风的是谁呢？哎呦，真的是我太……麦克风是正经的舞台。对，我一我跟你说，我就干这。太可爱了。配给你，然后呢？泽仁准备再来一次，在那个床上。泽仁打算在床上躺着再来一次。泽仁躺床上再来一次。别把人家床弄乱，别把人家床弄乱。真的，晃，冷静点，我已经躺过了，冷静点，好像在上海，别闹了，差不多，对，开始很好奇下一个舞台啊，这次准备了甜美柔和的舞台，寒冷的冬天送给你们一首什么歌呢？期待温暖，温馨的歌，温馨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好，来来来。